想分享咧，就其實咧，我兩歲半咧，耶穌就嚟揾我啦。父母都唔信主，都係拜偶像嗰啲，咁就得我一個信耶穌。佢係聽到樓下有錢，即係住公屋嗰啲嘅，咁就係呢個世界有位創天造地嘅神，佢叫耶穌，佢好愛你。咁我就聽到咁樣嘅啫，咁就信咗啦。路德會恩石幼稚園，我感激耶穌。我發覺咧，我好多我覺得耶穌好愛香港啊，因為咧好多幼稚園咧都係基督教嘅，我覺得好好啊，因為嗰個孩童咧喺嗰個時段真係好清純咧，好容易接受耶穌，我覺得耶穌真係好愛佢。咁咧，我就想分享咧，自我信耶穌以嚟咧，雖然家庭會逼迫我啦，但我都咧好想翻教會嘅。教會咧係我嘅好重要的一個部分啦，其實我翻了很多教會 ，OK， 我因為咧受了很多傷害，因為人都是不完美的嘛，係有些不完美人啦、啊，啲事咁啊好受傷，我就會離開那個教會，或者佢哋爭拗拗嚟拗去，覺得哎呀好煩啊，唔好拗啦，咁咪就即係啲逼迫啦，通常都係。但係咧，我想講嘅咧就是我翻了無數都唔知手指數唔曬咁多間教會咧。我感受到呢一間教會咧係充滿住愛嘅，接納嘅，大家咧都係想對方好嘅，即係佢哋係眼係做翻眼嘅功用，耳又做翻耳，咁眼又唔會睇唔起隻耳，耳又唔會睇唔起個肚臍咁樣，見到你哋好和諧咯。咁係啦，啊同埋有一樣我記得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我咧就翻到屋企，我就祈禱，因為我就嚟走啦，我好快就走噶啦，飛翻加拿大，我唔知下次幾時翻到嚟。咁咧，有個姊妹，喂，啱啱識我啫喎，喂，我咁識到佢，跟住又有一個姊妹啦。我臨走嗰日要去機場，好早喎、啊，成幾點啊？我要六點到機場，嗰、那個姊妹咧就要四點撲出嚟幫我。那個姊妹一聽到，又係識咗冇耐啫嘛，哇！唔怕噶，永怡，我四點撲出嚟，我 call 架的士，然之後咧，我送到你去機場，將你啲行李，因為佢知道我身體。即係依度唔係幾有力啦，咁佢就話幫你捧埋個行李上去，我先走啦，你唔好喊啦。即係邊度揾啊？啲基督徒，仲有好多其他姊妹幫助我㗎嚇、啊，即係都數之不盡咁多嘅幫助咯。又請我食飯啊，又出錢出力啊，哇！嗰個幫我出錢出力嗰個人啊，真係好辛苦，真係對唔住，但感謝耶穌，即係全部都係真係反映到耶穌嘅愛嗰啲。